Hello，大家好，真的是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没更新了，很多宝宝都在催更，是的，为此我们真挚的说一声对不起。哎呦天，没关系啊。好，今天咱们就来一期吃冰淇淋挑战。冰淇淋挑战，冰淇淋挑战，你能猜到是什么挑战吗？好啦，咱们第一个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第一个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是，什么？葡萄？就是葡萄。不对，让我再尝一下。你再咬一口，葡萄干儿，葡萄干儿的味道。你具体一点，它是有葡萄干儿，但是有水果的口味，还有一个水果点缀，奶油葡萄。嗯，不对。奶油葡萄干，不对，就是葡萄干儿。哎呀，我都吃了这提子的。哎呦，我天哪，那提子不也属于葡萄的一种吗？嗯，什么奶提子？对，这个是我猜对了。下一个，咱们吃个这个，妈呀，这个味儿！行了行了行了，这榴莲，哎，对，我没吃呢，一股子榴莲味儿呢，不行，我的天哪，走下流程了，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味道，这个样子，嗯，这个好吃，这个你咽了，我再亲，你先咽了，嗯，别吐给我，哎呀，我天哪，这个真是好秋好秋啊。哦，这个很好吃。哎呀，这个受不了。好，第三个，第三个，咱们挑战一个这个吧。你先喝口水，你喝口水，这个榴莲味太大了。不要干涉选手啊。这个是，这个等一下，我给我打开啊。你先喝口水。知道了，别的人还可以吃。感觉要把这夏天吃的，我的那个什么。很少吃一些冰淇淋，好像把整个夏天冰淇淋一次性吃完了。对，咱们好像都没有吃过雪糕是吧？嗯。好吗？我觉得还都挺好吃的，来吧。行了，你把我的那个，这个蛮好吃的啊。这个蛮好吃的，哈密瓜味儿也是，对吧？嗯，是不是哈密瓜？蜜瓜，但是应该也是对的。哎呀，哈密瓜有蜜瓜吧 ？OK， 小脑袋正确啊。这个也蛮好吃的啊。嗯，来下一个。目前都猜对了是吗？当然了。我们吃一颗这个的，你看这个色。你这个快化了，好吗？那么记住我牙难受。嗯，这个没味儿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猜不上来，应该这个没味儿啊。这个味儿它比较淡雅，那个淡雅，我想你多吃点。嗯。要不你吹口气？那你吹口气也没有。嗯，每次你都要亲太久。这个是个，哎，这个一点味儿都没有。你要不输？嗯，别猜了，你这个猜不上。这个是茉莉荔枝，茉莉荔枝流心儿，这个。它这个味儿打开就蛮淡的，还有那种味儿我也想不出来。
好，这个没插上。稍等一下，这个加了点，这个应该好。好凉啊！好吗？你这个舌头的那个够吗？你没有猜到，我还是一个没个够。这个蛮好吃的。你一点味儿都没有，那算你猜不上啊！不是啊，你这你嘴里含有，那都没什么味儿了。最后一次机会，嗯，稍微有点熟悉，但是算你猜不上。Let's go， 这个是白桃乌龙味的。哎呦我天哪，白桃还乌龙，真的是这个都快化了，那多热。对啊，把最后一个吧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吗？就最后一个吧。这个咱俩这个软软的，像你像谁一样。那我是极硬了吧？你是忘了上次你受不了我的硬了。闭嘴吧。奶油味儿，不是，不太对。这个是香草，行香草奶香味。哎、天哪，我哪知道香草什么味道啊？几个没答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没答上，就惩罚他抱着我做三个深蹲吧。做三个深蹲吗？能行吗？正是你最 man 的时候。好啊，来吧。慢点啊！好了，惩罚完了。是的，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男孩。当然了。体力很好，那咱们就下次再见吧。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